边的话可以看到，支援过来的队友是我们的 Rainbow， 但是可以看到花轮这边的话呢，是想要尝试做进攻的哦。哇，这边进攻过来之后是率先由 Rainbow 一打二，没有问题。剩下最后一个 H2 队，但是这边反手是被打掉了，但 Brian 的枪线是有及时的。哇，那 TO 这一波打得很好哦。现在就要来看小黑还有没有手雷，可以来压制 GX。对。哦，这边是击倒了一只都没有太大问题。在这个空投箱的位置，目前的话可以看到冠伟是还有手雷的，冠杰也有手雷，目前还有四颗，所以说 Triple S 小黑的位置是很紧张的。这个手雷有没有机会炸到小黑呢？哇，这个手雷可惜了。往后拉之后呢，也相继掏出了个手雷之后狂扫左树。再来看一下这边会怎么去做选择，冠杰目前剩下半血，这边再拉了一个自闭烟，目前三雷三烟的一个状况。他们也是很抖的哦。这边的话，右边是拉出了这个燃烧弹，哇，打得非常僵直，不敢做一个太冒险的、贸然的一个进攻哦。来看一下小黑这边怎么做处理，一样再拉了自闭烟往前再拉，目前是二打一的局势，到底小黑有没有办法像地面一样呢？来看到，哇，这边被炸到了有一点点的血线，不过补包算是够，再拉了一罐能量饮料。来看一下，往后拉了。这边的话呢，没有办法做太多的操作，毕竟圈已经剩下一小部分的一个圈型了，而且也不太确定他还有没有烟雾哦，不然的话等到烟雾一散他就开始要没地方可以躲了。对，目前跟他小黑部分还有三烟，把冠伟打残了。但是左边看到冠杰趴在旁边哦，冠杰偷拉这边有帮助，哇，冒进来一打一，问题连打带补，这边是有机会直接往前过来，打得哇，打得非常好，有够凶啊。这边要打破回不好打，这边反而是出来之后没有开枪，两队都互相僵持，打得有点保守哦。还不开，哇，一波拉枪，这边有点快，这边 muscle 地面，哇，放倒了，三个全部放倒了，没有问题，一发两发，一发两发，杜德龙三只冲进来，全部被 muscle 去给歼灭，打得非常的漂亮啊。刚刚金龙开的那台好像也是，哦，那台也是特斯拉吗？嗯，比较帅一点的，没错，都非常的好看的、啊。那这边哇，特斯拉直接拦车，这边我队友到了二号队伍这边，哇，不是卡车之后下来瞬间不见这波拦车漂亮，你知道吗？这太凶了吧！一半血线的位置，反倒是EDG要来强压网友的位置，一打四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办法的。但是这一边两人过来了，双车响火力车打掉网友的位置，反倒是被玩偶的。起发枪先打掉，请 UMP 再打一次没有问题。这边 S16有办法一打四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给你机会的 Keyman， 最终你做到了，是把 EDG 四人歼灭掉。哇，完了，这波屁股真的太扯，真的太扯。